帮我捶捶腿，帮我捶捶腿，看什么呢？哎哎，作为新人，你就得要这样，快点。实锤耍大腿。现在男人怎么都那么物质的？我只想要个包，我有什么错吗？你就送我那个最新款的就行了。你要不你送个经典款的，不要。欺负新人实锤，看到没有？欺负新人实锤。他给我买个 LV 的包，飞机里面买个 LV 的包。我逼你了吗？你没有吗？我只是问你想买。你以为我会像别人那样说你没有吗？他能送我一个包，他能送我一个包，我也要，浩哥。其实我不要，你拍他，你别光拍我，你要看是谁做的我。你拍我没用，我快拍他。我又欺负新人了，赶紧。对，实锤，快实锤，火了！你快看我手在地上都磨出血了啊！你是不是在现场耍大牌？对对对对对，欺负新人。对对对对对，大声一点。我欺负新人。对对对。你叫什么？我叫马丁玉。没有被强迫吧？有啊有啊。就是新人。这个不加进去，这个不加进去。新人为了要火。怎么能被新人欺负啊？只欺负他，不欺负别人吗？啊，我们这里没有新人。对啊。我是新人，我是新人。哇哦！真的假的？不灵不灵，你是心机人。马老师。咱们去剪辑，把你的全部都剪了。你是不是？今天晚上我全部去你房里烤下来。啊，你发给他。对，发给我，实锤，实锤，实锤。我都已经找好团队给我写文案了，发过去，发过去。你记得转发一下啊。转发一下啊。还有另外一场就是由城市电子的发明。没事没事，这样啊，这样啊。城市电子的创始人。浩峰在城市电子是他整个计划。什么来着？什么来着？这部分。难怪我觉得这个男的心机都是很奇怪。真的有点小了。你去成交成交的菜单，下班我发现。